Hello， 各位 Taste TV 嘅观众，你哋好，我系陈伟。欢迎收睇新 Stock。咁我哋今日咧，哇，好大嘅面子，请到公主阿伟哥陈伟嚟到，同我哋系啦，讲下佢嘅 lifestyle 啦，同埋亦都咧，即系最热门话题就系咧。嚟緊，哇！好緊張呢、這個十六號呢、這個萬千星輝萬歲。係啦，咁咧你緊唔緊張先？少少啦，但係啊，因為公心計二心公計咧，係、已經係年中嘅時候已經播出，咁當時嘅反應好好。咁而家係開始要 remind 下大家，我哋呢套戲。咁啊，要大家記住太平公主，咁希望大家到時支持我。應該話咧，係有一個非常好嘅角色。咁亦都係俾你係咪一個好同以往唔同嘅發揮咧？你覺得？會係啊，因為宮廷嘅歷史大劇其實喺香港電視上面亦都好耐冇出現過。咁自己以前睇電視都覺得哇，呢類型嘅戲係最大嘅挑戰嚟嘅，覺得自己係。是做不到的、但是當接到個劇本《小星姐委派》這個重任給我做太平公主是很害怕的但是我也勇於去接受挑戰因為覺得自己的閱歷即都拍了22年戲、我要挑戰一下這個角色你本身呢即自己那個因為我之前看你有煮嘢食啦、初頭我是 associate 不到你是哇這麼有霸氣那種感覺的因為經常見你說是很温柔啦是的事實上是很温柔而且是很哇好像入得廚房出得廳堂這樣其實你自己本身你覺得你的性格應該是怎樣其實性格呢一向其實比較內向啲嘅，咁我朋友亦都唔算好多，但係識落嘅朋友都係好多年啊，十幾廿年啊嘅好朋友。咁自己工作以外時間就係留喺屋企宅女嚟嘅，咁啊中意煮嘢食，因為好細個開始培養。係。咁我偶像就係李太啊、方太啊。哦，係啊。哇！咁到大個自己中意轉演啊，中意即係食得多外面嘅嘢嘅時候，咁啊更加用一啲自己 style 去煮嘢咯。係咯。而家年紀開始慢慢越嚟越大嘅時候，個人都係著重健康啊。但係有陣時因為自己工作時間關係啦，好多時間都冇辦法自己喺屋企煮飯。咁自己食嘅嘢就會好簡單，主要以呢個原味簡單為主，亦都唔會話烹調上面落好多功夫，即係又要煎又要炸，呢啲比較避免咗啦。咁啊，多數清蒸啊，或者係簡單嘅一啲清淡啲，清淡啲。因為見你咁 fit 咧，肯定就即係少糖少油嗰啲係咪？盡量啦，係啊。但係出嚟食飯嘅話咧，就會食啲真係中意食嘅口味啦，係啦。係。咁會唔會有 pair 下啲酒啊，或者即係一齊食一路飲啊，同啲朋友一齊咁樣？都會嘅，其實飲酒我覺得最緊要係飲個氣氛，係係啊，同埋最自己中意嘅朋友一齊咧，就係我就自然會咧零舍好飲咯，開心啲咁樣，可能即係大家都會暢快啲咁樣啦，係嘛？咁嚟緊其實你嘅 project 啦，我知道你而家拍緊套新劇啦，係啊，係講咩嘅咧？先鋒四。咁其實一二三集大家都睇過啦，亦都好耐之前啦。咁而家四嘅時候，其實比起三嘅時候，大概都有8年時間。哇！咁啊，發證咧，其實主要咧就係因為講一啲 case 啦，一啲 case 發生之後，咁案發現場我哋就會去做搜證。咁我本身亦都做法證嘅喺個角色裏面。咁就去睇下啲血啊、血液啊，或者有啲咩蛛絲馬跡嘅留低啊，咁就幫助破案。係。咁而家嘅法證咧，比起以前大家八年前睇嘅法證先鋒咧。我哋嘅儀器係新好多，咁所以咧，大家會喺視覺上面會有好多嘅新嘅一啲嘢睇到咯。係好咁嚟緊咧，希望預祝阿偉哥馬到功成，希望咧勝出呢一個時候啦。咁亦都咧，希望嚟緊都要睇多啲你嘅作品喎。一定大把排住隊俾你睇。咁咧，亦都預祝偉哥聖誕快樂！聖誕快樂 ，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 下一集嘅新 Talk 再同大家見面。